今天呢，那里是管丹瑞，叶寿山，叶局长，还有我们吴器教会，我们钟志强理事长，黄昭树立委，各位区长，牧师，今天的主角，各位妈妈，各位母亲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 来参加咱美丽妈妈吼，颁奖典礼，啊来到武昌教会，这是我第一遍来到武昌教会，啊真欢喜，啊我伫遮，啊伫台下，啊我伫甲黄昭顺，啊阮这两个讲好，这到位，批了进入批判，那么他们作分析呢，啊今天。 来参加这个有意义的活动，那是不是各位双手借我哈？感恩这50个妈妈，啊，全世界的父亲，给拍鼓啊！来恭喜你们辛苦了，啊，社会和蔼万万，必须要啊，大家来付出。 爱伊是家庭的，一个家庭会幸福，会美满，会幸福，上重要的啦，就是上辛苦的妈妈，所以今仔来参加，啊，这真热闹，有意义的活动哦，啊，我听讲，但是咱的市长，原来过来，甲咱这母亲哦，跟你们说一句辛苦了哦，啊，我嘛。 市里高雄市议会议长，啊，这种有意义的活动，啊，我嘛欢迎讲吼，啊，咱社会局，啊，咱各位承办单位吼，有需要议会啊，付出的所在，大家不要客气，啊，祝福天下的母亲，大家永远青春美丽健康，谢谢。